Baptist, what's your make of a children's baptism? You. Yep, sure. Three weeks to the same bubble, and I shall tell you that you are so good. So, we are going to leave it. Hello. Hello. 粉丝难得来看你一次，然后准备了很多的问题，是上次来的路上就是为你准备的，然后你要抽几个，然后回答一下。情人节有惊喜给你这情人节有惊喜给海浪吗？是吧，海浪吗？不是的。可以鬼屋约会吗？鬼屋约会情人节什么时候啊？8月14号吗？8月28号。七夕节。8月28号啊，七夕啊。然后鬼屋约会是什么梗？我怕了。你说的假粉丝吧？不会鬼屋约会对吧？来继续。有一张画的特别好，是很丑的。不知道会不会抽到，毕竟我从来没中过奖。想问哥，你还记得几个月前你说你不玩不玩农药了吗？就问你的良心痛不痛。他玩农药也不能跟你组队，有没听过？这条不是提问，是纯怼。祝我涛哥新歌、新剧，所有都一切顺利，爱你么么哒。我你要回他一句什么样的话？不会让你失望。你好善良，我会怼你，还让他失望。请问下一首新歌是什么风格？讲了一个什么故事？什么时候发？下首新歌应该是 Where Are You 吧，然后应该。什么风格？那我应该10月份以后，其实早就做完了。大家都说爱你是你帅的时候，你怎样？你会？就已经习惯了。他的问题是牛郎和织女谁在河东，谁在河西？我怎么知道？断下来这么久，附近是一块两块还是？大家都很关心。6块还是8块？现在有6块，超级喜欢，你会一直从初中就喜欢。为目标考上好高中，很感谢你出现我一直的理想上，这就是正能量。知不知道大明星郑柏旭的粉丝叫东升？什么叫东升？东升旭。好，很满意。什么时候演唱会啊？演唱会有可能明年，也有可能今年下半年。真想留下吗？可以啊。送给你了，那些都给我留下，都给你留下，送给你。这就是粉丝对你的爱，感谢各位粉丝来探班，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黄子韬，多多支持这部戏，谢谢大家。就反正就是多听音乐，多看我演的作品。拜拜拜拜，都快看了，太细致了，拜拜拜拜，好，拜拜。